針對主流級繪圖卡市場， Gigabyte 為 Randall HD 650繪圖卡推出了超頻版本，型號為 GV650OC1GD， 透過核心時物和記憶體時物預設超頻，令繪圖卡效能得到提升，而且配合採用 WinForce EX 散熱器提升散熱能力，有助加強繪圖卡的穩定性。這片 GV650OC1GD 繪圖卡採用 AMD Busbo 繪圖核心，支援 DirectX 11， 核心內建960個流處理器，而且內建 UVD3 影像解碼引擎。其中 GV650OC1GD 核心時物預設超頻至 820MHz， 比較公版的 775MHz 有輕微提升。記憶體配置方面，繪圖卡搭載8火 Hynix 0.4NS GDDR5 記憶體火粒，容量為 1G， 記憶體界面為 256bit， 同時繪圖卡的記憶體時物亦預設超頻至 4.2GHz DDR， 比較公版的 4GHz DDR 亦有輕微的提升。這片繪圖卡採用了 Ultra Durable VGA 設計，利用2安士純銅電路板 ECB， 配合全日系固態電容、低電阻式電晶體、高品質亞鐵鹽芯電感等元件，提供低電阻、低熱量以及提高更清晰的信號傳輸表現，令到繪圖卡更加耐用。此外，這片繪圖卡為了提升散熱能力，採用了 WinForce EX 散熱器，散熱器內建兩條純銅 Heat Pipes 熱導管，而且採用 Anti-Turbulence Cooling 技術雙風扇設計，利用兩把11片扇葉的 8cm PWM 控速風扇，以微微傾斜方式減低亂流，配合大面積散熱輪片和高低式設計，提升繪圖卡散熱效能。這片 GV650OC1GD 繪圖卡用料不錯，而且超頻後令繪圖效能進一步提升，對用家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